好，继续再看到吉安乡公所与花莲县体育会、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共同办理的运动爱台湾、运动有氧的活动。那每周二以及周五的傍晚5点半，在乡公所前的公厄公园，由专业的健身教练带领民众一起跳动1个小时。在专业健身教练带领下，公二公园广场上的民众卖力地跟上教练节奏，从热身伸展到加快的步伐尽情律动，每一会儿时间每个人都爆出了汗水，感受到运动流汗的舒适快感。想来这里，因为离家也很近，很近哦。对，跳了两首，感觉怎么样？嗯，很不错，很不错。OK， 你呢？你怎么会想来？啊，因为我一般都有在这运动，所以跳这个舞就想说来动一动。嘿，早上也都来这边运动。所以乡公所办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很棒，很棒。为了健康，大家一定要一起来运动。对啊，感觉怎么样？非常棒，非常棒。这是吉安乡公所举办的运动爱台湾、运动有氧活动。乡长尤淑珍表示，110年是吉安健康运动年，乡公所会透过各种活动举办，鼓励同仁还有乡亲们一起来运动。今年我们不只会在我们的公二公园里面星期二星期五开始的运动能量，未来我们也会来推展我们的地方的广场舞，同时呢我们在6月份也要举办一个18村哦所有的社区发展协会带来的健康乐活的运动操跟舞蹈的一个比赛的活动，所以在今年里面我们会到年底一直来展开跟运动热力还有呢我们幸福快乐有氧热身的这样的一个热火，而且呢我们也会来进行各个不一样的公园快闪的活动，我们希望110年是我们吉安运动的快乐健康年。未来5个月的时间，每个星期二、星期五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1个小时的时间，在公二公园广场都会持续有这样的健康有氧律动，免费参加，欢迎民众把握机会，一起来伸展筋骨，舞动健康。记者会吉安乡报道。